本期话题：芒果与什么食物相克？黄世静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。芒果与什么食物相克？芒果呢，它是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，所以它有大量的果胶，具有润肠通便，然后呢补益气血，孩子啊或者成年人呢都喜欢，因为味道又比较好，所以呢既可以做成果汁也可以直接食用。但是芒果呢，注意食用的时候，它与些食物是有相克的。第一个，它相对是温性热的水果，对热性食物它是容易相互冲撞，容易过敏。那么比如对姜啦，或者就是花椒啦，这些在使用芒果，那就很容易发生过敏。第二个呢，芒果呢，因为它含有营养丰富，但是我们如果海鲜类相互去使用，它一个是增加过敏，另外呢它不利海鲜这些物质的吸收，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类相克的一些食物。所以主要呢应该是这两大类，一个就是辛热食物，另外一个是海鲜类，那么就避免就可以，其他还行。Thank you.